今天带你们看一下我们湖北农村酒席，走。一进门呢，就看到满满的烟火气。老表，恭喜你乔迁新居啊！是马上开席。哎呀，对。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仙桃的酒席是硬还是软。第一个菜油炸春卷，第二个菜红烧鸡块，第三个菜蒸红汤发糕，第四个菜全家福汤，第五个菜藕圆子，第六个菜胡萝卜烧羊藕，第七个菜绵羊三蒸之蒸鱼，第八个菜蒸藕，第九个菜莴笋烧排骨，第十个菜甲鱼烧酸笋，第十一个菜蒸鱼头，第十二个菜盐菜炒藕。有蛮多人说我们农村酒席脏，我在回乡创业好几年了，最喜欢的就是咱们的农村酒席。这奇的是气氛，奇的是热闹，更是奇出了我们乡里乡亲间的真情实意。这样的酒席你会喜欢吗？